27岁噶啦，眼睇住身边啲朋友咧，唔系结晒婚啊，拍紧拖，我又唔系生得丑样，到依家都未揾到男朋友，鬼叫工作忙呢？但好彩，我平时得上下网，识咗几个男仔，趁今日休息咧，就约晒嚟公园见面。我就唔信揾唔到一个啱心水噶啦。嗱，虽然未见过面，但约好咗用红玫瑰做记号，而且仲有接头暗号添。我哋暗号就系、是。妹妹抓宝宝，哥哥打篮球，哎呀，打篮球，妹妹抓宝宝，哎呀，你系。哇，靓女哦，100杯咯，嘿，请问啊，靓女，你系咪约咗网友见面呢？你又知嘅？知，我梗系知咯，我仲知道你有个网名叫做我是天空的一撇云，系一片云啊。一片又好，一撇又好，横掂我见到你我都惊晕啊！我真系晕啦！你到底系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就系你朝思夜想我，我朝思夜想你嘅潮州大喇叭。唔系啩？吓、啊，你系大喇叭？大喇叭。喺网上你唔系咁讲嘅喎，乜唔系咁讲啊？你话你自己好高大嘅，咁我咁样样仲唔算高大咩？我真系又高又大喎、啊。你咩高啊？血压高。你咩大啊？前列腺肥大。哎呀，又高又大。你估我借大炮嘅噃？喂，你呃我噶你吓？哦喂，啊靓女，唔系咁啊，呃呃声咁就唔好听啦，系嘛？大家又系你自己话嘅，你话我哋网友初次见面，大家三唔识七，一定要有玫瑰花为证。你唔使收啦，我都见到你嗰朵花花啦。你估净系得你有咩？我梗有啦。有乜嚟？几大咗？背脊都系啊！唔好鼓掌住，大髀都有，无啦啦你用玫瑰花，搞到我成个左角的花朵咁啊！嗱嗱嗱嗱，阿靓女，嗱嗱，仲有啊，又系你话嘅啊，你话。初次见面有花为证都唔得，仲一定要有接头暗号。我头先啊拐咁远呃出嚟就已经唱暗号啦。咩啊？咩？嗰首歌啊？咪俾你装傻到？哎，停停停！你第一个就唱错啦。冇错啊，边有错啫？系船头啊，唔系床头啊。乜船头啦？几时有床头呢？又你唔好拗，唱多次。唱咪唱咯，你自己听清楚啦。妹妹你坐床头，真话唔系，是船头。船头。船头。哎呀，乜嘢头都好啊！唉、哎，你哋做人何必要咁执着咧？你求其系咁要听得明啊，算啦嘛！我啲煲冬瓜响我哋嗰条村啊，已经算系 number one 啊！咁都算啊？唔系我吓你，本人已经报名参加下一届全国诗歌朗诵大赛啊！你谂下。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十几亿观众对住你，系咁鼓掌，系咁送花，系咁哇哇哇，几盏鬼先得噶，系嘛？啊，咁啊，靓女，嗱，益下你，
你就做我条女，我带埋你去威点话？就凭你啊？哇，好似有啲睇我唔起咁，唔紧要，你睇我唔起啫嘛。我现场示范一段你听下好唔好？好啊，朗手你弹下。冷冷的天空，白云飘，露露的河水，静鸡鸡。我在河边洗衣服，左边一点点，右边一点点，中间一个大洋枪。笑咧，系咪你都觉得我朗诵好好听咧？我觉得你好，好，我真啊！你呢个冇文化、冇知识、低级、猥琐、社会败类、七八党死的仔。家有文化系唔同啲嘅咯，使乜讲？闹人都闹到压晒稳嘅，反应。你乜水啊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点解佢无啦啦佢又识唱呢首歌嘅咧？系咯，你系？你一定是天空的一片云啦。错啊，唔系一片云啊，系一撇云。一撇云。唔系，你望住我撇云。玩够未啫你？唔系玩噶，我教佢标准发音。你好，我系天空嘅一片云。啊请问你是？我是化妆秀的水。啊！我以为是屈水，原来是消毒水。左拉佢，走到埋嚟一放锤，我以为死咗成大老鼠了。所以话呢啲冇文化、冇知识，一牙佬。我生一个思想嚟噶，自小就知知识嚟。我似啲粗人，污糟邋遢就冇礼貌。我中意光脚，连冲凉我都用消毒水，所以个网名就要叫做消毒水。喂，等网上你不是这样讲的、啊、你说你自己文武相传、嗯、而且就是运动员的会啊咁得运动员啊啊靓女嗱今次就我帮哇一阵除的喂冇理由的靓女我记得好清楚上个月头我有踩到脚喎。阿乸燕乸燕过来。Come on, baby! 你阿靓女你睇人人哋嗰啲身材你拍几可嘢啦。一睇就知道啊运动员啊。食话佢点运动员啊运动员佢一运动即刻玩完。运动员啊咁啊真係几似嘅。靓女你冇得听佢乱讲我知呢个个系一个超级嘅运动员。咁你平时搞咩运动㗎射击。射击对。我知道啊你真是同奥运金牌得主王义夫有用咁威水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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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王义夫啊威力得多多声啊。多多声点啊王义夫呢一次呢就只能够打一隻靶而且仲有咁鬼啲大隻个我就冇同啦。你点啊我一次啊可以打八几隻而呢几隻都系咁大隻个。哇好犀利啊。
吹水你就犀利，你都话嚟讲嘅吓，一次过打百几只包，系啊，你嗰支乜嘢枪嚟噶？机关枪啫吓。老老实实啦，你一次过打百几只，你打乜鬼嘢噶？打咩？打麻雀。你死啦你！你打麻雀佢打咩？系啊，靓女，嗱，我消毒你啊，真样样精通。什么麻雀你打过？嗱，无论你想打啊，广东麻雀啦、四川麻雀、台湾麻雀、上海麻雀，我什么麻雀你打，你想打什么咯？我想打瓜你啊，打唔打？打。打瓜你哋啦么？你俾我打两拳咪知咯。即系监生俾佢哋激死啊！谂住喺网上揾个好男仔啊！哎呀，你一个二个都呃我噶你吓！哇！你乜呃呃声咁咁咁咁难听啊！你唔好搞住啦！我喂，我真系又高又大喎、啊！我消毒得样样精通，怎么麻雀识打过？啊！靓女你就唔好发脾气，我知道嗰头咧就有间卡拉 OK 噶，咁我哋咧一于过去唱歌跳舞咯。靓女，你睇下嗰边就小桥流水，最啱我哋两个人过去林芝作对。对你个死人头啦，对！唱歌跳舞，林芝作唱歌，林芝。哎呀，我惊同你唱完歌，作完队，连广州话都唔识讲。咁，我哋唔唱歌搞乜嘢咧？咁我哋唔林芝讲林安。哈哈啦！算啦算啦。啊！你哋自我介绍下自己啦吓。自我介绍。你可唔可以噶？你讲打广东话啫。哎呀，你两个唔好争，俾啲风度得唔得？对，呢个时候咧就唔系讲风度，讲烈度。讲。你讲定我讲啊？抵你得攰啊！我跟咗大志一个。你讲先，我讲啊嘛。你讲先，我有识死啊！你真系啊，一片云啊！哎呀呀呀！一片云咧，就是、我网名，我真名咧叫做杏，杏花村嘅杏。哦，哎呀，这人易记名字咯，个人又靓，个名又靓，叫做杏。哎呀！你觉得佢似唔似鬼上身啊？直情系啦，是啦、啊，今年啊仲要人出一月，有啲肯个七月十字噶嘛？哎呀，真系撞鬼啊今次！啊靓女，乜原来你叫做阿杏啊？系啊！哎呀，咁就真系可乐，你同我啊，真系天生一对啊！我同你天生一对，天生一，你知唔知我叫乜嘢名？你叫咩啊？我叫做阿富贵。咁又点啊？咁又点啊？嗱，你就阿行，我就富贵，行家富贵啊！你冇死，你人家富贵我，咁嘅名字都有噶。啊靓女，嚟嚟，唔好理嗰只乸言，我哋开始自我介绍啊。我就叫做富贵，今年30岁，仲未结婚，初中文化，读咗两个礼拜，身体健康。